大哥溜达一集了，溜达完没？他俩聊聊啊，接着上次的话题，你到底是个啥呀？你说你长得像蛇，可是你怎么跟蜥蜴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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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81呢？你叫81呀、啊？兄弟们呐，这握在手里的手感，这跟拿蛇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咋了？大哥饿了？没事，这里面东西你随便挑啊，爱吃啥吃啥，只要不咬我就行。反正嘛不是我的。大哥开心了，看大哥这造型太帅了，简直了。咋的了？看中他们了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串种了。